同学，因少年人小意啊，要讲亲情哦，当然是好代志啊。哦，有一件代志嘛，要恁知影。迄宜文哦，对做白工哦，有足大足大的理想。哦，这阮知。即马哦，向阳要叫伊做人的某，做你的媳妇哦，我惊伊做袂好啦。嘿，对啦对啦，唔怪意思。这点你放心啦，阮阿公吼足开明的啦。宜文就算讲结婚了吼，伊要做伊的什么理想，伊要去发展，安怎做都不要紧啦。对，不在意。你放心啦，吼，系阿伟哦，一定会支持宜文的事业啦。阿哥有啦。哎，宜文哦，我缺点有够多，是你唔知影啊？譬如讲，譬如，就迄宜文，逐天看青蛙变化，里头爬卡床啦。对啦。阿哥有啦，伊煮饭哦无好食呢，而且伊食饭饱，拢无洗碗。伊洗衫，我被皮衫的哦。而且他超级男人婆，一点都不体贴，一点都不温柔啦。啊是啊，对。哦，阿哥哦，伊心理上哦有足大的问题呢。有当时哦，安尼足孤僻啊，足歹斗阵的哦。真正。哎呀，阿哥哥，我大家在身边过的时候，我讲要画棒赛，够讨厌的啦。哎，王嘉伦，我哪有安尼啦？哪有别人讲好不好？啊，我想到啦，够。无，伊阮就真好。哦，你实在真超过呢，安尼批评伊文敢好？对啦，哈，伊迄缺点拢袂要紧啊，伊文我拢介意啦。无，即马是应该无啥问题啊啦吼，若有问题，即马提出来讲，好不？哎，对，来，五、四，来讨论，三，有问题无？二，一。是，阿爷我哩。好，后一步就是啦。这个民间的勒索，大条小条吼，这个聘金加计征吼，拢通免啦。只要囡仔吼，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哦，安尼就会使啦。吴警，还有什么意见无啦？我，讲无样啦。啊！即时代无同啊，观念嘛拢在咧变，大家讲好就好啦。你家看啦，好朋友咧讲亲情的代志，用十分钟就当砍掉伊妈死啊啦！恁即摆就来爱的鼓励，好，来预备起。好嘿！同学阿母坐定来个，我这边啦。对，预备。这疑问哦，跟我那位啊贝利，我拢去学过啊啦。啊，这个老师吼嘛有看过啊，日子拢算过啊。餐厅吼拢有请教老师啊。你看见？看见？参什么参？啊，美秀啊，讲几百遍啊，讲这结婚的代志吼。拢是咱大人在决定的，啊，囡仔的意思咧，是不是问看卖哈？对吧？啊，您这少年，您有什么意见？您坐你讲，我这时代吼，一定会听您的。好，我是会当带伊文吼，啥物拢好啦。好，只是想袂到讲吼，阮爸妈真正甲我支持。当然支持哦。伊文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你幸福的。心肝有什么想法，一定要讲出来啦。哎呐哎呐，讲出来了。我是感觉，其实我未准备好啦，我无想要遐尼紧就结婚啊。啊？啊，不过恁阿伯甲我讲，你甲阿伟啊讲，你要赶紧结婚呢。
嘉伦，有这件代志无？你敢无伫个啦？我是有讲过这句话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怡文呐，哎呦，真正就歹势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阮阿伟也无答应你吼。那我怪阮家一口硬头的啦，我是就希望你做我新妇的呢。啊，你之前讲过的话，你应该袂反悔吧？依文啊，拄才你讲哦，无遐尼啊，赶紧结婚，是你家己还袂准备好势。啊，不过你甲阿伟也是有感情的啊，敢不是？话阁讲倒转来，结婚的代志是你先提出的。起码咱这边已经无拒绝的理由啊啦。介意就介意嘛，你着承认啊。原来是伊有咧歹势啦！哎呦，安尼实在是相相对对啦吼！啊，万年富富。师傅，你中风啊？伊，是你搞纠缠没有啦？我中风，我付不出来，是因为咱亲家欠一个弯弯。啊？阿伯都回来了，哪有什么欠和弯弯？嗯哎，啊你讲。我甲阿芳啊一对，阿伟啊甲怡文一对，嘉伦甲文丽一对，啊，即马明珠甲文清啊一对，安尼才会当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啊！啊是当时要变成一对哈，啊两家安尼才会完整，才会闹热，对不对？安尼讲起来吼，确实无唔对咧。啊，那是安尼。阮爸迄边马上有一对咧。哎呦，对吼，文春啊，啊，当时会当见到你第二个某啊。伊叫做秀英啦，我要找时间哦，介绍大家熟识。真好，真好，两家吼，阿公婆拢伫个吼，安尼这婚礼吼，都非常非常热烈啊，甲请呀吼。哎，同学啊，即马就差恁一对啊啦，好，紧的拜托，急急的。一个月给恁准备，有够无？啊？会使未？妈啊！我看一个月应该是无够吧。虽然大家拢知影，也不过我还是感觉爱正式向恁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。叫金明珠，这位是我男朋友王文清。哇，对啊！哇，结婚这一年哦，恁总算是做伙了嘞，真系替恁老公足欢喜，恭喜恁！文丽，文丽，你不赞成哦？我没有不赞成啊，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绕一大圈，受一堆苦才能得到幸福？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不会有你啦。文丽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你也是我的幸福。撒娇呢你啊！阿姆哥阿姐，你跟明珠阿姨。真正无要结婚哦。嗯。